我们努力地丰富着属于我们的生活，不论是时代的变化，还是科技媒体的快速改变，将原本不同的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就算是新词，一样零距离。足语，开始时尚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总是藏在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里。热情的身影，微妙的讯息语言，都有可能是美好期待的开始。喂，一抓爱读给说，一定你爱读加过一捷运。哦，嗨。打人格不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快来吃完杯拿铁。哇，虾。好饿哦。哎，刚过来一个很大的那个，感觉太不错了。哎，讲那么多，你是在玩哦？哪里？跟马库马赖斯那关哪里？巴布哦。什么巴布？你才是。嘉欣，我觉得你需要这个美白的。你比我黑，你才需要吧？哇，冷木板达芬利，马拉果，真的假的？我自己拿一个，你很奇怪耶。哇，瓦达芬诺达，哎，买一送一耶，买一送一，真的假的？买一送一，上礼拜拿过呢。我热爱我的语言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说着属于我们的语言，我们就像一家人。这样毫无距离的 style， 就是与世界专属的 style。我们热爱我们的族语。